大家刚才那个答案呢？第四、第五页的答案呢、已经有在饭后那边直接你可以 download 了啊，OK？所以那个我就不会一题一题讲了，因为之前已经算是一题一题讲了，很少罢了，OK？只是这一堂课我不会讲太，我不会讲太多 cover 太多面，因为你要去想一想，要去思考一下先的，OK？所以这个呢，我会在讨论。这个我要一题一题讨论这个部分，OK？所以前面的东西你先搞清楚先，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能进接下来的东西的，OK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所以这一个 A 啊，这个我会一题一题讲啊，它给的东西是这样，cos x 15:17，对吗？所以 x 就讲是这一个三角形的咯，OK？我们先把15:17填下去先，OK？一样在这里我们要先清除 HOA 先，90度对面最长是 H。OK，这一个角度对面是 O，所以旁边还有一个边是 A。So sin cos tangent cos 派第二，O R O R，第二就是 R，A 在上面，H 在下面。OK，也就是说15填回这边已经是15了，就讲等下没有变，你知道吗？17就在这边，这个我们可以肯定它是17了，对吗？如果他我们填下来15，可是他写的是30，就是讲真正来讲，你还要乘二，这个又要乘二咯，对吗？或者是你要做这个步骤咯？现在不用，因为15就是15，这样17也是17。OK，接着他要我们找 tangent y，tan y 啊，这样的话就是讲要用这一个三角形了啊。OK，至少我们如果要找到角度，至少要有两个边，你看他只给了一个边，还有一个边在哪里啊？你可以找到这一个吗？找不到，我们只能找这个，因为为什么可以找到这个？因为这里已经有两个边了，我们可以找到最后个，这里我就可以当这个三角形的来用了，对吗？所以现在我要做的是这一个罢了，OK？我要找这个，这个是 QR 啊，那个 HOA 我们自己写不了的，所以如果你要给老师看得懂，你要写回 QR 等于，我看这一边啊，这是其中一个短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找 QR 就长减短咯，17。减15，OK，放小二给他们，放小二给他们，然后放这一个 square root puncak kuasa dua，按 calculator 的时候，请你开刮弧这边，关刮弧最后啊，不然的话你做不出来的啊，OK，所以15:17还有一个是多少来的？17:15还有一个是多少来的？这是8来的，你应该会算到，OK，如果你有背的话，其实还是很简单的，OK。有几组哦，讲过3、4、5是一组，52:3，7、7:24、25，8:15:17，所以你会找到 QR 是 8cm，我可以填下来哦，这个是8。现在你看，对于这个三角形是不是有两个边了，我就可以找到 tangent y 了咯，对吗？OK，就哦，其实不一定啦哈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们先写下来先，OK，tangent y，tangent 是什么啊？所以一样排着去啊。sin cos tangent 是 OR 要 O 跟 A 啊，看清楚啊，这里的 HOA 我们还没有写出来啊，H 对吗？角度对面 O 还有 A，最后一边是 A，OK，这个是分对于这个三角形来讲，这条线是 O，对于这个三角形来讲，这条线是 A，你看到吗？所以刚好有了 OR 没有还是没有，我们要 OR 我们要 OA 对不对？看啊。OA，O 是 PQ，我还不懂。A 有啦，A 就是什么啊？A 就是八，OK？O 还不懂诶，还不知道。所以现在讲，我们要找这个 O，怎样找啊？这里十，这里八，是不是可以找到最后一个？一样咯，我在做这一个啊，PQ 等于用 Pythagoras theorem 啊，长减短就是找到最后一个短啦，长，OK？减短，要记得放小二，要记得放 puncak kuasa dua，OK？这个是3、4、5来的，所以这个你应该会按到6 cm。OK，这里是六，所以 OR 可以填了啦，OK？哎呀，我又按它，我还没有 figure，哎，undo，yes，OK，、okay, 这个啊，所以现在上面那个 O 有了，就是六。可以写六了，看到吗？OK，现在
有的越减就越减，没有的越减的话，这就是答案了。因为它我讲了，这个 tangent y 就是要你找分数，不是要你找角度啊。OK，所以这个有的越减，对不对？不会越减，按进考格里的出来答案就是已经越减了的，就是这样不了。说除二变三，除二变四啊。OK，如果你要继续抄答案，还是要继续思考的话，按 pause，因为现在我要插到完去下面了。OK，大家我们来看 B。所以 B 要做什么东西一样，有两个三，其实这里有两个三角形，可是这个要注意一下啊。我画出来给你看啊，第一个三角形是这，第一个三角形是这边，这个，OK。第二个三角形不是这个啊，而是这整个，OK。为什么我讲这两个三角形讲这么不是这个呢？这个为什么不是？主要原因。它没有90度，看到吗？这里不是90度，也就讲这个我们要拆开来看的这个三角形，懂吗？哦，粉红色跟蓝色两个三角形啊。OK，我不要再画出来哦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看一下它有讲什么嘛？哦，没有，它的题目就这样吧。B、C、D 是直线，我们要找 x，要找这一个找 x 就讲要找角度啊。OK，然后你会看到 x 其实是蓝色的三角形来的，对不对？我用蓝色给你看。哦，x 啊是在外面，所以讲这是大三角形，这是小三角形。这样要怎样找？OK，如果我们要找角度，至少需要两个边，任何两个边。这里已经有了，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，我们可以找这个或这个就足够了。OK，现在我要找的会是这个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小三角形，它已经给你两个边了，是不是可以找到最后一个啊？对吗？长减短就知道了咯，所以找 AB，AB 是边啊，这个是 B 来的啊，等于那长减短，因为它是短嘛，对不对？17减8，OK，放回小二给他们，放小二给他们，放 square root，OK，刚才我们有做到了这个三角形，8、15、17来的，没有你不懂我在讲什么的话，不要紧，你按 calculator 就对了。确保你要按啊，因为你要知道你按不按得到15出来呀、啊。有的人按不出15的啊，就是因为没有刮胡啊。OK，接着我知道这里是15了，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这个边也和这个边对吗？蓝色这里也是15嘛，对不对？又有这个边了。现在看我用回蓝色给你看，如果要找角度，我们需要两个边，哪两个边要看一下 HOA 先。来，90度对面这是 H，这个角度的对面这是 O opposite 啊，所以这里是 A 啊。也没有用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的是这个和这个。OH 用什么啊？看回 formula sin constant or 来的，or 就是 sin 来的，所以 sin 你可以写你的 formula 写哦，角度等于 O 在上，H 在下，OK？填 sin 角度，现在它不用这个东西，它用 x 就写 x 啊，O 在上啊，15在上，OK？H 在下，25在下，所以，那这个记得啊，我讲要把心搬过来，要搬它，搬英文就叫 shift sin，shift sin，它就跟你开关胡了，对不对？按15在上，25在下，关关胡就有答案了。喂，这么有问题的，有什么错吗？错了。错了，等下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8、15、17，对，这里有，哎，我写，哎，对呀，sin 呢，哦，这个角度是 sin，我按到，哦，我没有按到 shift，因为这个 calculator 是电话的，所以有没有 shift 啊，我看不出刚才，OK shift sin，你按到什么答案呢？开关弧15除25。关关胡，OK，答案是36.87，就这样罢了。36.87，要记得按 shift，OK，记得按 shift 这一题按 shift sin 就是搬 sin 过去，开关关胡这个，可以吗？OK 啊，好了的话，我们看 C 啊，OK，说接着又来。他有给什么东西？他讲 QRS 是直线，这条是直线，tangent x 是52，说 x 啊就讲这一个呢，
tangent x 啊，是这一个三角形的哈，OK。另外，等下你要找的，他要找的是 y 咯，y 就是这一个三角形的咯，OK。所以我们看回 tangent x，它给了我们什么资料先？它给了，但你要记得 OR 单排第三，对不对？OR 来的，上面是 O，下面是 A 来的。根据这个长的是 h，OK，角度对面是 O，这个是 A，对吗？所以 O 五对哦，这样你的 A 就是12也对了，OK。接着这边能够填的我们已经填完了，我们现在要看这边了，它要我们找 y，要 y 的话要最少需要两个边，哎，有两个边哦，可以了咯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啊，这两个边对 y 这个三角形来说是有什么意义啊？OK，这个三角形来说，h 是这边。O 是这边，你看到吗？这条线对它来讲是 O 啊，A 是这一边，所以对这一个三角形来说，我们有的是这两个边 O 跟 H，请问要用什么？用 sin 对不对？O 吗？O 吗？所以 sin 角度等于 O H，OK？、Okay? 也就是说角度，照填啊，sin 现在角度它不写这个，它写 y，你就写 y。O 是12，H 是15，一样。要找角度要按 shift，大家按 shift sin，12在上，15在下，关括弧，答案是53.13，53.13度，可以吗？OK，所以现在。你可以写一写，或者是你 pause 一下，我要擦掉下一个了，可以吗？OK，这里还有两题罢了，我看一下，OK，我需要 pause 一下，然后下一个 video 再继续哦，OK。